新冠肺炎持续延烧，口罩限额配给，消毒酒精也被抢购一空。药师工会全联会宣布，2月17号起，配送防疫酒精到全台6000多家健保药局，让民众购买，每瓶300毫升，售价40元，呼吁民众不要囤货，让每个民众都能买到酒精。药师徐爱婷说，寄口罩之后，酒精也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，多洗手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酒精的杀菌非常表层，如果手上有脏污或泥巴，就很难彻底清洁。光用肥皂正确洗手，就能洗掉95%以上的细菌和病毒，比酒精搓手更有效率。药师说，多数人洗手时最容易忽略指甲缝及虎口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，单片指甲底下就有跟手部其他区域一样成千上万的细菌，所以洗手时一定要注意清洁指甲缝。免疫低下的族群如中老年人更要加强洗手，但冬天自来水冷冰冰，让人降低洗手意愿，因此建议多用温水洗手，可以加强末梢循环，洗完不会双手冰冷不适。